那我们今天组装的是这个木马的 pad。怎么说呢 ？pad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工作，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算是工作类型的一个东西。那所以我对它的第一个要求一定是它要有无线，因为无线在哪里就很方便。如果有一个有线接在上面的话，其实 pad 就很没有作用。所以对我来说 ，pad 它最大的功能是，第一个就是它实用，很实用。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有一个好看的外表，就是这个它设计的也是很有特色，就是不是一般的，就是一般的这种正正方方的 pad， 它有一个有棱有角的感觉。然后在光线上面的折射下会蛮漂亮，就很像有一个新套件叫什么，忘记它叫什么，反正就是也是类似这种零零角角的设计。那它就是会有那种风格，然后有点像那种钻石或玉石的那个切面的感觉。那我自己是觉得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很漂亮。售价的部分，我记得是500块，是400多500块左右，还是599忘了。那以这个价位来说，不算便宜。但是它的外表工艺就是跟 Enter 67和 Mac 是同一个阳极氧化厂，那所以它的阳极氧化也是算是细腻的，不会说它是一个 Pad， 所以就很马马虎虎这样子。再加上它有蓝牙双模这个压制的这 PCB， 还有它特地开了这个讯号这个窗口。所以其实在讯号表现上面我自己算是还蛮满意的，因为其实你工作也不用到电竞那种传输速度嘛，你只要正常输入的按键是没问题的 ,OK 的，然后可以跟着你的工作速度就没问题。整体来说呢，我觉得这种黑色的小外壳就是很漂亮。其实我更期待它推出一些更漂亮的一些鲜艳的一些颜色，因为通常我套件会喜欢选比较不会那么跳的颜色，那这种小配的可以选这种比较活泼的颜色会很可爱。但是黑色其实在做工上面，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它的黑色就是非常的黑。这一家的阳极氧化厂是我近期我非常喜欢的氧化厂，那跟很多一些一线品牌的这种套件呢，其实都是同一家，甚至同等级甚至更好啦。对啊，那在阳极氧化上面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细腻，值得就是你不用在氧化上面对它担心，放在你很高贵的套件旁边也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跟你套件不搭嘎的一个小配，因为通常配的不会买很多个，就买一个这么小巧的配在那边，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好用。它是一个button 结构，就是一般的传壳结构，所以它的声音会比较有点共振和空腔音。那可以用改造方案，我有想好啦，就是买个那种夹心棉，可以单个装那种夹心棉，然后再加上可能一个轴下垫什么之类的，然后再可能底棉再塞一点东西，这样可能它的声音就会变得很好啊。有空我再试试看怎么把它改造成一个比较好听的声音。那声音我就测试给大家看，但我怕会连到蓝牙。就是类似一个这样的声音。那这把套件我还是，这不是这把套件啦，就是这个小配的，我还是非常喜欢它的，就是质感很好，摸起来是让我非常满意。对，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应该木马的店它现在还有在做贩售。然后这是我自己自费购买的一个黑色版本，我朋友也买了两个，就是请我帮他一起组装这样子，不错。对我来说配的就是功能有到位。价格这部分稍微偏贵是它小小的缺点，但是买回去你不会觉得说它不好，至少我是这样觉得。OK， 推荐给大家，自己使用体验算是还不错。